现场所有耀星还有荣安的亲朋好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能莅临我们今天的彭府还有师傅的结婚盛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婚宴的主持人珍妮。今天很开心哦，可以来到这里跟所有喜爱我们耀星跟荣安的朋友们来迎接他们的喜悦。好多的亲朋好友远从我们的各地，有宜兰来的，还有来自台北的，先替我们的双方主人家为大家献上最深的谢谢，那谢谢大家的莅临。今天我想大家迫不及待想要来见到我们今天的新人耀星以及荣安。那其实呢，耀星跟荣安认识的过程有一点激烈，现场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对不对？那耀星跟荣安就是因为英雄联盟这一款游戏而互相认识啊。那我觉得一个爱玩电玩的男人，对他来说可以娶到一个一起来这个解任务呢打斗的另外一半老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今天呢，也算是耀星美梦成真。接下来要邀请现场所有的贵宾们，所有的宾客，请将你的目光移向我们的后方入口处，要以最热情的掌声先来欢迎我们第一对要来进场的，是我们的男方主婚人，掌声欢迎他们。童爸爸、童妈妈，可以感受到他们脸上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哦。因为呢，我觉得要养育一个儿子长大真的是不简单。今天呢，耀星在所有亲友的见证底下，在爸爸妈妈为我们开启幸福大道的此时此刻，要来迈向他人生当中另外一段的美好旅程。再来，您的目光不要移开，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后方入口处。接下来我们要以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新郎耀星进场，掌声给我们的耀星加油打气。今天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那么在场所有的宾客都是他继续往前进非常坚定的力量。今天有大家，让他可以有信心扛起一家之主的责任。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耀星的目光移向我们的后方，我们要跟着今天最幸运的这个男人来迎接他今生最美丽的另外一半，掌声欢迎荣安进场。我们的幸福大门打开，今天非常的特别，今天荣安有妈妈还有从小带他长大的阿嬷牵着他一起步上我们的红毯，小小的红毯，短短的红毯，但是我想荣安的心里头一定有很多跟我们的妈妈跟我们阿嬷的回忆。阿嬷从小呢好就拉拔我们的荣安长大，妈妈也是，荣安一直是妈妈的心肝宝贝，还有我们的妈妈牵着手，非常重要的这个此时此刻要把它交付给眼前的这个男人。请荣安抱一下我们的阿嬷，给我们的阿嬷一个大大的拥抱，紧紧的拥抱，谢谢我们的阿嬷。我们请荣安转身抱抱最亲爱的妈妈，谢谢我们的妈妈，怀胎十月真的不简单，到现在呢长大亭亭玉立，即将要成为别人的老婆。我们要请耀星，请对我们的妈妈跟阿嬷深深的一鞠躬，谢谢我们的妈妈，谢谢我们的阿嬷，把我们荣安养育得这么的好。耀星请稍微的往前一小步，好，我们请妈妈跟阿嬷将我们的荣安托付给耀星，透过我们双手的温度，妈妈字字句句的叮咛都是对女儿的不舍，阿嬷紧紧握住女婿的手，希望女婿，我们的孙女婿一定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荣安，再次掌声祝福他们。耀星来到荣安的身旁，来，阿嬷来到妈妈的身边。今天我想阿嬷跟妈妈心里头一定非常的舍不得，但是呢，我们要请妈妈还有我们的阿嬷放心哦。从此之后呢，守护荣安的工作就交给耀星了。那我们请荣安还有耀星再深深的对我们的妈妈还有阿嬷一鞠躬，谢谢我们的妈妈，谢谢你的阿嬷，祝福他们。我们请妈妈跟阿嬷来，请
请转身。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谢谢这两位非常辛苦、非常伟大的女人。好，接下来耀星，请把你手中的捧花给你最美丽的老婆。那我们要来掌声，有请我们的洪先生、洪太太，幸福前进，祝福他们。我们的妈妈也有一些话呢，要来对我们现场的宾客来分享来说，来，妈妈交给你哦。谢谢，恭喜我们的妈妈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一个简单隆重的小小仪式来谢谢大家的莅临，也为我们今天的开席来做准备。那么现场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所有的宾客们，桌上我们有饮料杯、有酒杯，请帮我斟满哈。哦，谢谢后面的朋友。对，来，请帮我举高，让我们台上的主婚人跟新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台下大家对他们的祝贺。对，谢谢。好，等一下呢，我数到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干杯哈。OK， 一二三，干杯！好，再次以热情的掌声化为祝福，来恭贺我们台上的新人，还有新婚主婚人，再次恭喜。有热情加油的掌声好吗？婷婷还有糖糖，来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伯伯，好，再次给我们婷婷糖糖一个可爱热情加油的掌声。好，继续往前走，幸福大门要来迎接的是在我们新人的爱情路上也非常的重要，陪伴着他们一起长大，一起经过很多的大小难关，邀请我们今天的男女宾相请进场。今天我们的健浩还有我们另外就是一家一起手中握着我们的告白气球，代表我们新人的爱情。接下来我们要以最大声的尖叫跟欢呼声再次邀请耀星还有荣安，现场的宾客可以慢慢的站起来，来到我们的红毯中央。今天耀星还有荣安准备了很喜庆的棉花糖，要来跟现场所有的宾客们分享他们的喜悦。好，我们要请耀星牵着荣安，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尖叫声以及掌声，就是对我们耀星还有荣安今天最棒的祝贺跟恭喜。最后一位是我们的国勋，小轩
这么 lucky 拿到这个捧花。刚才呢，朋友隐约有透露，应该是好消息很快就要来了。他说非常的累。好，接下来，请你对我们的新人祝福一下。祝福他们早生贵子，快生小宝宝，生多一点。OK， 希望你的祝福很快成真哦。下面的那个妈妈跟爸爸听到了，就来喊，笑得很开心，说出他们的心愿。谢谢，也恭喜你。游戏非常的简单，在我手上呢有一个，它是抽奖的程式，然后我们呢会在上头抽出今天有六位幸运的宾客，可以拿到我们的礼物，非常的可爱。我们请我们的耀星的荣安老师什么？好，我们待会听到号码的，请小跑步哦。这里呢有六个数字出来了，为求公平、公正、公开，那我下来来找一位宾客，因为你们我都不认识，这样最公平。就这位美女吧，来，你帮我念一下这几个号码。第一个号码是27，有没有？27，有的赶快举手，举手，好，来上台。第二位。我想说，吓我一跳！来，183有没有？183有，好，来，请上台。下一位，85，我来上台，上台。10号有没有？好，10号上台。你刚才举很高，我看到。好，最后一个，180有没有？180。上来看到这么多人，然后恭喜，很可爱。